TV 第幾多季第幾集？22季第8集。第7定第 8？ 第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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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咁啊，啱啱睇完一啲，我又唔可以叫少女向嘅，即係老幼咸宜嘅玩具。係。咁我哋就揾啲都係老幼咸宜，不過光陽味重啲㗎啦。係啦，就啱男仔玩多啲㗎啦。嗯，女仔都可以玩嘅，我哋冇 discrimination 嘅。咁快就見到。就係呢一個。Legacy 入面最新出品的三變的 Leader Cast 的 B-Swing 是的，大家千萬不要將它跟這個Bumblebee 入面的 B-Swing 混淆。是的，咁之前閃電都出過幾個不同的版本的，包括頭領版本或者是再之前的版本。如果論機械人外形的平衡度，我是很推薦今次這一隻嘅版本嘅，啊好嘢真係，仲要係三變。三變今次咧呢一個坦克車形態，以往嘅版本咧，例如有頭領啦，或者係唔係頭領再早啲個版本咧，咁就各自嘅平衡都唔同嘅。有啲咧就係着重呢個飛機形態，有啲係着重機械形態。今次咧，我覺得呢一個嘅坦克形態咧，都係做得非常之唔錯嘅。係啊。係啦，咁就望一望啦。你好奇怪，點解有一兩解嘢喺個坦克車頂咧？因為咧，今次咧 Legacy 入邊咧有好多呢啲類呢啲咁樣嘅快，即係透明件嘅武器咧，我係加上嚟嘅。咁呢個咧就模擬翻一個飛彈發射器集速炮定唔知乜鬼咁樣啦。如果你唔中意佢，蚊就係咧，更加蚊就一啲冇乜，即係想睇翻原本本嘅坦克形態咧，就係咁樣啦。Good。係啦，咁就炮台咧，啲炮頭可以轉啦，亦都可以向上嘅。向上和這個正常，是的，向上和正常的，那個外形也轉過去給你看，都非常之精彩的，是的，保持到個坦克車的厚重，是的，本身它側跟又是那些情報量分佈得很好，跟回這個即現實世界的坦克車，所以變了正，還有轆的，變成你玩上來呢就很爽，我覺得這些就是玩具咯，是的，那如果這個坦克車變做人形形態咧，係有41個 step 嘅。咁而變飛機變，如果人變飛機咧，就係32個 step 嘅。咁咧咁為咗一體化方便咧，就我就將呢個坦克車變做飛機先啦。呢個易啲啊嘛，反而呢個喐動就少啲嘅。好，咁我就變了。其實你反轉咗，大家都見到咧。係。大致上你都可以估到應該係點樣變。係。玩變形金剛。孩之寶嘅有呢一度，有呢度好。係啦。好啦，咁我就變一變啦。咁佢每一個變形嘅位咧，都係會有扣位嘅，咁就變咗其實都算實正。今次咧個驚喜就係個炮塔都可以收埋曬嘅。哇！啊，呢個都幾有趣嘅玩法。係啦。我雖然不是很應該說，不過有這個這樣的design，這三廠即參考完之後，可能都有很多古靈精怪更加筍的東西會出。好，那應該要變成一個飛機先的，飛機翼呢就是源自底部雙腳，基本上是整個反出來是接了一隻腳的形狀的，這個都可以反出來。哇，好厲害，整個包住曬就是飛機的翼了，仲要佢個飛機型咧，你喺上面望翻落去咧，都幾 F14。好，咁就呢期興啊，真係。就擠翻兩隻手喺側邊啦，都係有個順位嘅。得嘅，暴力出奇蹟，哇，都幾暴力。我扣唔到嗰個順位。Ada。他很聰明地將上半截原本的坦克車的 前部呢攝進去機翼的下面，剛剛好全部遮蓋，所以變成個外形呢角度限定的話就更加像飛機。是的，就角度限定的意思就是上 High angle， 是的 High angle， 是的，千祈不要在側面看，也不要在下面拍上去。太多句啦！你三變嚟講，你能夠做到，我覺得已經好難得。啊，佢仲有個飛機嘅轆喺呢度嘅，
等佢唔好刮到呢一個坦克車嘅炮塔係嘛？係啦，咁呢一個比較麻煩，都得。嗰、那個機頭咧係第一次咧係要掹出嚟咧係有啲需要花啲力氣功夫先至掹得出嚟嘅。好，大致上都變完了。好，大致上都變完個飛機啦。嗱，大家可以從呢一個角度睇咧，佢係一個飛機嚟嘅。不過我好欣賞。咁當然啦，你就唔好嘗試從呢一個角度睇啦。或者睇個底炒上去都唔係咁好。或者你遮住，咁樣遮住嚟玩就得噶。啊，到底底部呢啲係咩咧？咁就算啦，機會啊，我哋唔好再糾纏落去啦。係啦，咁就如果係飛機形態咧，你可以擠翻啲窗喺側邊嘅。其實就咁樣飛機形態我都做。係。咁嗰個榴彈發射器裝唔裝到上去㗎？都得嘅，咁就係用另一個方式嘅。所以啦，就係變成一個類似噴射器咁樣嘅嘢嘅。好，咁我就將隻手掹翻出嚟。我諗起 R2 突然之間。R2 係咩？千隻嗰只啊。哦。SRX 啊。其實佢仲有一個隱藏形態嘅，之前我哋爆過嗰部雲，有隻高機動揸劍嘅，可以扮嗰個咁笑嘅。嚇！係，你睇呢手。哇！曬粗曬粗曬，精咩精神？精神感應揸鼓，精神感應揸鼓。好啦，只要將咧呢個噴射器打開佢，咁就有兩個窿嘅，你就可以將呢一個嘢懟落去啦。有啲夾硬喎，老老豆豆真係有啲夾硬喎。咁就成為咗一個好似噴射咁樣嘅。形態啦，唔該變機械人形態夠啦，係嘛？好，咁就到到變機械人形態啦，咁就掹翻兩隻手出嚟先啦。幾好，佢又冇特別講到呢一對係手，但係你咁樣望到咁嘅造型嘅一定係手。好啦，咁就同樣地啦，好似變翻坦克車咁，嗰、那個飛機翼咧要收翻曬落去，而變成一個雙腳嘅。咁呢度咧就過往通常都常用呢一種拉出耳塞接咁樣去接翻嗰個腳出嚟噶啦。係，佢又可以保持翻腳嗰個長度，幾好呢個 design。跟住只要你接咧，就接到只腳出嚟嘅。接。佢幾好啊！本身用機翼嗰啲構造咧，做嗰啲一個即係擋板遮曬啲透膠啊、空隙啊，咁啊成件事啊非常之完美嘅，真係可以。係啦，咁你接咗只腳出嚟，打開兩個噴射器，就叫做腳啦。就係腳啦。O K 喎，佢呢一個玩法，喂，半邊形態，中間形態嘅。O K 喎，雖然反轉咗個機頭，加埋隻手就無敵喎。啊！呢個就係中間形態。係啊，你只要有咁上下想像力，有啲想像力得，呢個就無敵啦。好，跟住咧就反翻隻手上去。雖然 step 比較多咧，但係都唔會話即係好甩 cut 啊。其實第一次玩我盲變都變到，其實好開心。係，玩變形金剛唔開心咯，開盲變。係啦，咁就反收埋個機頭先。就反翻個頭出嚟呢邊，咁就見到，係啦，見到個頭啦，閃電嘅頭啦。好，咁個背包咧就成組反上去，咁咧就好似著背心咁吸。哇！咁就變咗個胸甲啦。好，跟住反翻背脊兩對翼出嚟。呢對翼其實係假鈎嚟，好得意。其實冇功能嘅，但係純粹係要靚。跟住咧，隻手將呢個位連埋呢個手，反翻隻手出嚟先。係啦，跟住就遮翻呢度。幾巧妙喎！真係。係啊，呢個位都幾舒服嘅，遮得。其一啦，其二都嗰句，本身成件嘢嗰個變形，即係 step 雖然多，但係就可以見到嗰種即係開發者嘅心思咯。同埋成隻嘢都係實正嘅，咁就未就一冇乜偷膠位見到啦。好，搞掂。好，高少少個 cam 先啊，係好，好啦。
咁咧就閃電咁就變形就完成咗啦。咁我俾翻啲常規武器先啦，例如係一支槍同埋一把劍。呢個鐵甲飛拳究竟有咩用咧？一陣間就知噶。係啦，咁就作為呢個變形金剛三變入邊咧，都係一個好長青嘅角色嚟嘅喺狂派嗰度。咁除咗有大火車啊，或者係嗰個油車嗰個咧，咁已經出到好多玩具噶啦。係。今次的嗰個造型咧，就真係好正，係啦，好靚嘅。好平均啊，三個形態都靚。係啦，機械我係好滿意嘅，呢個形態係好賴得好，賴得好，亦都有 G1 嘅感覺嘅。咁就你見到佢肩甲呢個位可以打開嘅，即係變形金剛會有呢啲咁嘅可動位俾你做咧，都算係咁噶啦。雖然佢膊頭呢個扭唔到，但係用肩關節可以做到一啲動作而。閃電是有腰的啊，好腰好神好男人，系啦。下低嗰度前裙甲都是打開啦，咁你就變咗有強力的貼地同埋擺姿勢，完全冇難度啊！即基本上你是非常之靚仔嘅，亦都係最後嘅就真係睇下佢嗰個傳說中的遙控臂有咩用咯噃。好啦。掹翻兩件嘢出嚟咧，其實呢兩嚿嘢真係可有可無，但係你加咗上去做任何一個形態嘅武器咧，啊都真係非常之搶眼嘅。好啦，隻手咧其實就係只要係側邊，笠上去，笠上去俾個拳頭揸攰住。好嘢，拳頭揸拳頭，係啦，耶耶，喂幾型？耶呢個好似你嗰啲睇。看啲棒球定咩嗰啲大手套啊？佢型啲，都係嗰句，你又唔使擔心左右會掉亂。係啦，呢件加上都係嗰句，裝咗上去又冇違和感，型啊！係型嘅。幾多錢啊？Leader卡就$400+啦。哦。係啦，咁至於嗰、那個我頭先提過嗰個形態咧，都可以玩下嘅。嗰只叫咩揸鼓啊？咩精神？曬粗塞。啊！精神感應揸鼓，精神感應揸鼓係啦。哇！冇錯，你而家就變成一個精神感應揸鼓形態啦。所以其實腳只不過係裝飾嘅啫，只不過係裝飾嘅啫。係咁樣嚟啲。好，清脆咔一聲。哇！耶，系嘛？幾型？系咪好似咧？系嘛？咁就呢個係精神感應 Beast Wing。系啦，咁就中意嘅朋友咧，可以發揮啲無限嘅創意去玩唔同嘅變形方法嘅。係估唔到，連變形金剛都可以咁有創意，真係好嘢啫！好啦，咁就中意變形金剛嘅朋友咧，就唔好錯過啦！嚟緊咧呢一個衝鋒派車主都就嚟出噶啦，咁就都是很巨大的尺寸，單一體變形的車架。這兩天出那個 MP 的鐵房？不是，新幹線，漂亮到了。好，今集玩了這麼多，我們有這個模型貴公子，是他屙尿的介紹的，不是屙尿。哇！轉頭見，轉頭見。我見到好多公仔乜喎。哇！終於搞掂啦。我重新係公仔乜喎。